贝包邮一位。包邮一位，宝贝。一百。谢谢。谢谢啊。来，这个位置到32排的夹中间，我现在帮你换了27排，然后它是前面是墙壁，门11:50登机，走到后面看行李关先检查。好，谢谢你。拜拜。哟，我操！太帅了。哎呦，给你2包泡面。我操！在上海很有名的打糙米。太难了。